苗的问世对疫情来说是个好消息，但稍不留神，疫苗本身也可能致命。美国疫苗在接二连三的被爆出不良反应后，终于还是出了要命的事，其致命性初步浮现。据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三十日报道，一位七十五岁的以色列老人在医院接种了辉瑞公司生产的新冠疫苗，两个小时后，老人死于心脏衰竭。来自以色列卫生部门官员的详细消息：二十九日上午，这位来自以色列贝特谢安市的老人在接种疫苗。 然后还按照规定完成了留院观察，期间并未出现不良反应。出事时，老人已返回家中。当地媒体报道称，老人本身患有心脏基础疾病。卫生部门正在进一步调查老人的死亡与接种疫苗之间的联系。事实上，无论调查结果如何，美国疫苗的名声这次无论如何也洗不干净了。 目前，美国 FDA 已批准了两种美国疫苗，分别是辉瑞疫苗和莫德纳疫苗。在本次辉瑞疫苗出现死亡事件前，关于两种疫苗的副作用及不良反应就接二连三的传出。上周三，美国纽约报告了该市的首例疫苗。 不良反应事件，一名医护人员在接种后出现严重不良反应，目前仍在医院接受治疗。仅仅一天后，美国田纳西州也爆出相似事件，一名护士打过疫苗后不久就出现休克昏厥，一度被送进急救室抢救。这两起事件所接种的皆为辉瑞公司疫苗。 该公司疫苗不仅在美国出口至英国以及澳大利亚后，还出现过面瘫这样的副作用。至于另一款莫德纳疫苗，也没逃过不良反应的问题。首次被爆出是在本月二十四日，波士顿一名医师在接种后出现严重过敏反应，成为此疫苗的第一个过敏案例。萨扎德是波士顿医疗中心的老年医学肿瘤学博士，他表示，在接种了莫德纳疫苗几分钟后，开始头晕、心跳加速、舌头麻木、血压直线下降，以及冒出一身。 冷汗。据萨扎德表示，症状和他对甲壳类的过敏反应相似。他不希望任何人重复一遍他的糟糕感受。莫德纳疫苗的另一个显著副作用是填充物肿胀。数名曾做过填充整形手术的接种者随后都出现了注射过填充物的嘴唇。 脸颊都出现肿胀、发炎。美国疫苗出现的这些安全问题，还将显著影响到美国的对外政治。目前，英国、澳大利亚、丹麦等多国已订购美国疫苗。某种程度上，疫苗还成为了美国政府的博弈手段。日前，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表示，美国不愿意立即向菲律宾提供新冠疫苗。为此，他直接亮出底线，称如果美国不能为菲律宾提供至少两千万剂新冠疫苗，那么菲方。 将不会续签美菲访问部队协议这件事上，杜特尔特本就想以疫苗为理由打击驻菲美军权限。如今美国疫苗出了这么大乱子，美国的这项政治筹码等同于失效，菲律宾有了更充分的理由对驻菲美军下手。另一方面，已经订购了美国疫苗的国家，其接种计划几乎都是优先老年人等高危人群。如今美国疫苗本身反倒成了高危。 后续一旦要求退货，对美国又是一次沉重打击。当然，这些没有单独研发能力的国家仍需求疫苗。美国疫苗出问题的同时，也是其他国家疫苗的机会。比如，中国疫苗凭借稳定有效的硬实力，已经被多国认可。 目前，东南亚许多国家，包括菲律宾在内，都已向中国发出了数千万剂疫苗的订单。伊朗日前就已经购买了一百万剂中国疫苗。随着后续产能稳定提升，还将出口更多国家。毕竟，无论政治意义如何，疫苗的首要要求是安全有效。从这点上来说，美国疫苗已经先输了一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预计全球明年生产的约一百二十亿剂疫苗中，富裕国家已经订购了九十亿剂。 对大部分尚未获得疫苗的国家而言，中国疫苗可能是其唯一选择。但也有一些人质疑中国疫苗临床试验数据不透明，中国疫苗是否可靠？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赵立坚表示，关于中国疫苗研发进展、产能规划等具体问题，中国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已经多次举行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我想强调的是，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新冠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中国疫苗研发企业严格依据科学规律和监管要求，依法合规推进疫苗研发。 并严格遵循国际规范和有关法律法规开展国际合作。赵立坚介绍，中国已经有多支疫苗正在多国开展三期临床试验，进展顺利。中国已在国内批准疫苗紧急使用。 气味出现严重不良反应病例，迄今的临床实验数据初步显示，中国新冠疫苗具有较好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据我了解，阿联酋、巴林等国已经批准中国国药集团灭活疫苗的注册，并提出采购中国疫苗。此外，有关权威研究显示，中国研发的灭活疫苗更能借助现有的冷链体系进行储存和运输，不会增加额外运输成本，普及性将更广。 赵立坚强调，中方一直坚定承诺，中国新冠疫苗研发完成并投入使用后，将作为全球公共产品，以公平合理价格向世界供应。 为实现疫苗在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做出贡献，我们还将以多种形式优先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包括捐赠和无偿援助。关于疫苗国际合作，赵立坚指出，国际社会应树立共赢理念，摒弃零和思维，共同反对损人利己、囤积居奇、蛮横垄断的行径。 尤其要反对疫苗民族主义。中方愿同各方携手合作，推动更多安全有效的疫苗问世，为实现疫苗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共同做出努力。 截至十二月二十九日，全球新冠疫情累计病例已经达到了惊人的八千一百六十多万例，现有感染人数两千两百余万，累计死亡人数已经达到一百七十余万。全球的疫情形势依旧不容乐观。受疫情冲击的影响，二零二零年全球 GDP 下降百分之四点四，各国经济都受到了强烈的冲击。欧美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均呈负增长，一些非洲不发达国家更是雪上加霜，其政府大多已经债台高筑，难以。 以维持世界各国从来没有如此统一的需求，大家都在焦急等等待着新冠疫苗的研发成功。在疫情爆发后，中国就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进行病毒的疫苗研发。无论是国家支持的医学实验室，还是民间的药企，都在不分昼夜的研制新冠疫苗。中国的努力也最终得来了成果。随着安徽智飞龙科马公司研制的开发的新冠疫苗正在。 乌兹别克斯坦开始第三期临床试验。中国已经有五款疫苗进入第三期临床试验阶段，其中由科兴公司研发的新冠疫苗正在巴西圣保罗完成了第三期临床试验，并被巴西圣保罗州医疗主管机构确认为安全有效。只需等待巴西政府确认了疫苗的试验结果以后，就可以投入生产。 早在今年十月八日，中国就已经加入了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这一计划旨在促进各国在新冠疫苗研发方面展开合作，并确保全球各国都能平等公正地获得新冠疫苗。中国加入该计划，彰显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担当。如今，随着中国五款疫苗进入最后的攻坚阶段，世界各国也将迎来胜利曙光。 央视批评欧美国家囤积疫苗，可是与中国积极推动新冠疫苗成为公共产品的做法相比，西方的做法却令人失望。一些西方国家却暗中囤积新冠疫苗。根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相关文章报道，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借助自身的科研和资金优势，通过资助疫苗开发机构，获得了优先供应疫苗的承诺，囤积了远远超过其自身人口需求的疫苗。 最多的甚至达到自身疫苗需求的五倍以上，而此时一些科研能力较弱又缺乏资金的发展中国家还对疫苗望眼欲穿。对此，央视锐评在二十五日发表文章批评称，西方国家囤积疫苗是破坏全球团结抗疫的不义之举。据新华社报道，巴西副总统。 府二十七日发布公告称，巴西副总统莫朗当天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目前正在其官邸进行隔离。此前，莫朗曾公开与总统博索纳罗唱反调，希望购买中国疫苗。如今，中国五百五十万剂疫苗已经运抵。巴西卫生部长帕祖洛十二月二十七日表示，预计巴西将从二零二一年二月开始进行新冠疫苗大规模接种。 据美媒报道，巴西是第一个完成中国新冠疫苗后期试验的国家。目前，中国的疫苗在巴西的后期实验中被证实安全有效，具体相关数据还需等到布坦坦研究所证实。 宣布，截至目前，巴西累计确诊病例已超七百四十八万例，死亡病例达十九万例。不少民众都在苦苦等待新冠疫苗的接种。巴西卫生部长帕祖洛在二十七日表示，预计明年二月可能在巴西全面接种疫苗。博索纳罗一直都以所谓不安全为由拒绝购买中国疫苗。之前在巴西参加中国疫苗二期试验的志愿者突然死亡，博索纳罗便趁机造势称中国疫苗不安全，绝不会购买。 但随后后续调查发现，死亡志愿者是自杀，与中国疫苗无关。博索纳罗被狠狠打脸，他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不会购买中国疫苗，不会将数十亿元不能花在仍仍在失言上的药品上，并声称不希望巴西人民成为任何人的小白鼠。受博索纳罗的影响，有将近一半的巴西人表示自己不愿意接种中国疫苗。 此举引发了当地诸多媒体的不满，《圣保罗夜报》就曾发文痛批博索纳罗，称其因政治原因拒绝中国疫苗，简直是杀人犯。与博索纳罗完全不同的是，不止巴西副总统，巴西圣保罗州的州长若昂多利亚对于中国疫苗的一直都是给予厚望，他认为中国疫苗是目前最安全高效的疫苗。 还直言，如果巴西政府不愿意批准中国疫苗，圣保罗州很有可能会直接绕过巴西卫生监管机构的审批，使用中国疫苗。莫朗在十月三十日接受采访时表示，巴西政府当然会购买正在巴西进行测试的中国疫苗。然而，巴西总统博索纳罗此前却表示不会购买中国疫苗。显然，巴西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之间的矛盾已经开始凸显。莫朗在。 采访中明确表示，总统立场毫无根据。新冠疫情是人类共同的灾难，总统需要正视抗议工作，而不是为了政治牺牲民众的利益。当地时间十二月二十四日凌晨，中国运送的一批五百五十万剂克尔莱福新冠疫苗已抵达圣保罗州维拉科波斯国际机场，下周将再运送二百万剂的新冠疫苗。当地时间二十三日，巴西圣保罗州政府和权威医疗机构宣称。 中国新冠疫苗具备有效性及安全性。以上仅是网络观点，非本频道所站立场。对此，您的观点又是什么呢？我们真心期待可以看到您的留言。如果喜欢本频道，记得点赞加关注，感谢您的支持。